第一位登场的王泽轩，本节目选取四季，对服装有些许熟悉。首三周接头的两周，这个重任还是非常标准的。对，一般男孩很少出现这种变样，因为男孩的力量很强，都能很好的控制住。加练习的话，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最后还有个提升空间，还是很多的。他现在可能存在了一些稍微是因为是处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明显能看见稍微力量欠缺了一些。是，而且我们这些小学生普遍的好像在这个表演方面稍稍没有那么注重一点，更注重于在技术方面的展示。王泽轩，本节目得分49.6。